上 Q 拜。民意大于党意哦，我到基层去握每个手，看大家每一个之间的应该他们言谈，希望我出来能够说点什么，做点什么。最主要先到镇南宫来拜拜，就是说台风要来，希望祈求风调雨顺，台风能够在妈祖保佑之下，不要到侵犯我们台湾来哦。我还是要讲一句话，民意大于党意哦。今天大家有共同的心声，就是一个应该讲过去叫什么青土啊，青年爱乡土这个民进党哦，现在已经不青年也不爱乡土，所以这个大家都有目标，人民需要改变，台湾这个改变给台湾带来希望，就台湾需要改变，改变带给人民希望，那所以说大家都希望改变，那怎么改变，大家很期待。我觉得民意是最重要，我到基层去握每个手，看大家每一个之间的应该他们言谈，希望我出来能够说点什么，做点什么。我觉得大家第一眼看到的是和平，第二天经济不好，他希望说能够对台湾的经济让我能够有所帮助，那还有很多这个贪腐司法的正义，这些都是老百姓心中想的，那一定要有一个人能够呢出来推动这些事情，能够把这些问题把这社会整个改变。所以还是一句老话，台湾人民需要改变，改变带给人民希望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是赖清德，预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，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岁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